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主持人安娜黎。嘟嘟嘟嘟嘟嘟咻咻，嘟嘟嘟嘟嘟嘟咻咻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音乐很耳熟啊？没错，今天就是要来介绍《雷霆战纪》的最新改版消息。不仅呢多了 PVP 模式，而且呢还有一堆钻石要送给各位玩家朋友哦，赶快来看看吧。Garena 旗下热门射击游戏《雷霆战纪》自上市以来即广受玩家一致好评。现在营运团队更释出新版本，新增了无尽模式中的 PVP 世界竞赛模式。玩家只要突破闯关模式中第12关以后，再次进入无尽模式，便会自动进入教学，一步一步带领玩家进入世界竞赛中。世界竞赛总共分为四大赛场，不同赛场所需入场费和奖励都不同。系统将会根据玩家的战力为基准，寻找同时间也该配对的玩家进行交战。每次进行世界竞赛都可以获得挑战币，玩家可用来兑换专属商品。同时，获胜的一方只要分享战果给所有玩家，即可累积斗气值一点，参加最后的斗志集气大放送活动。大家赶快一起来集气，让官方发钻石发到手软吧！